但黑米，来，地里面帮我妈干点活去。本来年前，我家枣树、梨树都能修完。黑米，你看，一到地里，跟脱缰的野马是吗？走，来，走。我妈他们在我家这边桃树地，到时候等个五六月份，桃树、梨树、枣树花全部开了，哇，真的特别漂亮。像一条脱缰的野马，看他兴奋的。走，听见我妈在叫他了，这速度直接跑过去了。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说，把这些我爸妈用那个电剪剪的这些树枝，全部给它推到路的旁边，地上全是这种小树枝。因为像剪树枝这种技术活我干不了，我也不该剪，怕把哪一棵能长桃子的树枝给它剪掉了，那就生长不了桃子了。看你在地上啊，这颜色都变成土黑土黑的了，看见什么都好奇，冲着树枝就跑。过来，来，黑米，你能跑到哪去？过来，来，过来。哎呦，还好能叫回来，就是皮一点。阿姨给黑米寄了好几件衣服，今天只回来了一件，这个是4XL 的，给黑米试一下。来，黑米，知道这是你的衣服是不是？跳这么高啊？哎，不能咬，不能咬，你用这种方式来谢谢小茹阿姨吗？啊？看你皮的，吐了，来，给你试一下，试一下啊，看大不大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咋穿呢？这个，哦，应该是这么穿的，还有扣子。对，来，腿伸进去。这个腿，还有扣子给扣上。哎呀，哼。你好好的啊，你别动啊，乖乖的。那行，我看一下。这个衣服是确实有点大，这个是成年狗狗穿的。小茹阿姨跟我说买了好几件，今天只回来一个大号的，因为黑米现在长得特别快，等到出去的时候就应该差不多了。哎，你看头还甩上了，过来，吐了，吐了。但是这个颜色真的特别好看，是不是？好不好看？黑米来说，谢谢小茹阿姨。哎呀哎呀。那他把你整好，太皮了。
你咬啥呢？他现在撑不起来，主要是你知道吗？如果这件衣服撑起来的话，绝对特别好看。好了，来，先把这件衣服脱了。现在还没到你穿的年纪呢。哎呀，打滚打滚，搁地上打滚。那，对，坐着啊，明天带你去运城洗个澡。明天我们这边的宠物店就开门了，是不是？本来打算昨天带他去的，昨天一看，店都没有开门，是不是？